好棒啊！我们桃花岛的雾穴不大精深，除胜入伙啊！而且还讲究五功与音乐的结合，让音乐与气息同在任督二脉运行。比如说出掌时要同时用丹田之气发声，哈哈哈！云涌之发时，口中发声，呀哦！ 怎么样？吉儿练得很努力，但是姿势太难看。蓉儿身子曼妙，但是下盘太飘。<笑>讨厌。那我们一起合练。好啊。好。 由湖北卫视黑龙江卫视联合推出的非正式会谈，本节目是由新丽媛独家冠名播出。新丽媛琵琶之喝了就清润，我是长得好看，所以说什么都对的会长大佐。大家好，简洁。大家好，我是今天忘记给我的颜值充值的副会长杨洁，谢谢大家。欠费了，不是欠费了，导演就是侮辱我。导演很客观了。大家好，我是。 我是最喜欢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秘书长陈明，谢谢。有气质，非常客观。我是麦哥一手好萌的书记官陈涛。这个不好接，肯定没有蚊子叮你，这蚊帐。有必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在今天节目录制的一开始，那我们的韩国代表金韩英呢，因为身体状况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参加我们本期的录制了。在这里呢，我们所有的小伙伴祝他早日康复，回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 对的，我损你，但是还是爱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一日代表，好像没有这个国家的人来过，好像没有，日本，日本，伊朗，伊朗有我在，不敢随便选任何的人。我们找不到什么愿意和你同台的伊朗。而且我觉得他应该很有势力。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把钱多多赶得那么远。对，真的好远啊。 你和左右坐的好像他来啊，我等着。要不一起欢迎到的是来自于土耳其的一日代表亚新欢迎。在哪儿住？来，你好，请坐。邻居你好，马哈巴。你好，马哈巴，马哈巴，马哈巴。今天三日的是。三日我马克思马路出的。咱在爱你这个。哎，你好，大家好。
İstanbul'da. Tamam, tamam. Bu yaz da şov. Hong Kong la. Şov güzel, sen çok güzelsin. Onun da öyle. 这一段你是要剪出来放在你的 Instagram 上。对的，麻烦把这段一定帮我剪出来。我们不播。No， 现在在中国待在哪个城市？我就长期住在武汉。哦，啊，还在上学吗？对，我就是武汉大学常客。哦，老师，有见过陈老师吗？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武大的陈老师。哦，怎么像？没见过你，你不认识老师啊？你是哪？你在学什么专业？我是国际贸易，哦，是经管院的。 这么巧，陈老师播音主持。哪里巧了吧？哎，这样好了，我觉得土耳其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向往的一个国家。对呀，所以你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土耳其都哪个特色。土耳其我第一讲是，就是土耳其的烤肉，这个烤肉是我们在街上很容易看到，就是转转转那个，是不是？那是也不属于是正宗的吧？啊，不正宗。正宗的是什么样的？正宗的是就是这么大一块，很大，然后就是很大很大，对，有各种各样的，有羊肉的，有牛肉的，有鸡肉的，嗯，然后呢就是一片一片切掉，嗯，然后呢就是看人怎么需要，要么是方便包里面。 然后加一些番茄酱啊、沙拉酱呀、啊，或者就是撒一些辣椒呀、啊，就这样也可以吃。或者就是把一份米饭上边切一片一片的，然后就这样吃也好。再讲一个最著名的，就是地毯吧。地毯，土耳其地毯。这个时候伊朗人笑了。对不起，我今天虽然不方便笑，但我还得笑。<笑> 你为什么不方便笑？他每个月都有几天不太方便笑，对不对？因为他是做美容，所以如果他笑就说来话长，脸上比较便秘嘛，最近。土耳其的地毯有什么特色呢？土耳其的地毯是第一个是手工做的，然后哪一些我们那个土耳其小农村里面，他们就是自己织这个东西，然后。 就是一个平方厘米之内，就是这么一个平方厘米之内，平方厘米之内。对，有900多个节，所以就是好质量的一个地毯，需要好几年才可以做出来。哇！然后，哎，他一说到地毯这个事儿呢，我就有一天还真的很想说话。嗯。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地毯是波斯地毯，这个是毫无，我还是很喜欢你哈。但这个我们这个得，这个好像互相那个一下。没有没有，你们日本，你们美国最那个最美最哎，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下一季带一个波斯地毯带过来给大家看看。波斯地毯 Persian Cap 是世界上最有名而且历史上最长的，但OK，我不说你们的国家的地毯不好，但是我最欣赏你们一点是什么呢？说。 这个土耳其人呢，我上次去欧洲，在德国，他们把自己假装我们是波斯人，然后到德国开一家波斯 Persian Carpet 店，你知道波斯的那个地毯的店，然后我进去，我跟他说这个多少钱，他说20万，这个多少钱30万，这个多少钱40万，然后我听他的口音，我知道这哥们绝对不是伊朗人，你知道，我说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波斯人呢 ，I'm a Persian guy， 然后我说。 我就跟他聊了两句波斯语，我发现他是土耳其人，然后他们很聪明，是在哪里呢？他们买伊朗的地毯，跑到欧洲去来赚钱，而且不是赚的一两三万。其实，在伊朗，假如说他说的没非常没有错，就是一个人要编制这个地毯的话，可能要花八七八万七八万。你们有吓的？可能在伊朗，我的妈！今天怎么那么恐怖？真的，我不敢。假如说，如果有人在伊朗要编制一个地毯的话，要花7年到8年。 那这个8年的话，可能他收到的钱是最少的，可能1万块钱是很可怜，而且他是一个大师。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地毯卖给最后那家，也就是我要使用这个地毯我来买的话，你可以赚很多钱，而且。
全是被土耳其人。那你们伊朗人为什么不会去挣这个钱啊？也会，但是他们我准备说，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人就买不出去这个东西，我们把你们这个地毯买出去了，还是就是帮助了你们，你还是就是不满意啊，就是还是卖出去你们的东西了。那就是很多伊朗人啊，我再说一个电影，很多伊朗人来了，很多伊朗人就在中国把我们的大理石卖出去，是就是伊朗的大理石。胆子大，你们这帮朋友跟我录了一年多的飞机，人家来了半个小时了，给一点面子行吗？我没办法给你面子，因为你现在的面子，你的面子很僵。作为一位设计师，其实土耳其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就是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真的对很多设计师带来很多灵感。现在的心情难过吗？我非常的难过。那你这个情况下就不说了，因为你知道吗？我上次就是我想说这个东西，等节目编导跟我说来了一个土耳其的，你要跟他一个互动，没想到我不是跟他一个人互动，跟你们所有人一起互动。好了，今天开场真的还蛮长的，我们就。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件事情，就是非正式会谈第二季第0023次会议正式开始。进入到今天第一个议题，全球文化相对论。今天整个就是录影棚当中，大家你们可能透过电视感受不到，但是我们在现场呢一直弥漫着一种好诡异的气氛，好怪异的一种怪怪的。因为我们要聊的是来自于全球各地各个国家一些关于妖魔鬼怪的故事和传说。这个我不喜欢，是不是真的？我们这样好了，我们抱着一种轻松的氛围，好不好？对对对，聊一下嘛。我们先从那个左右开始说吧，因为我觉得你的口音，不管讲什么故事，应该都蛮有趣的。在美国，其实很多人他们第一次的印象对美国的鬼的片都是吸血鬼啊，或者是狼人啊，或者是对，然后木乃伊，但是木乃伊是来自埃及，然后他是移民到美国，然后那个狼人是好像是从法国来的，然后他们是移民到美国，然后那个吸血鬼是来自罗马尼亚移民到美国。但是我们在美国有一个真正的故事，是萨林姆巫师。很久之前应该是，然后有一天一个女孩她发现了一个很奇奇怪怪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她身体她会睡觉一天24个小时，然后突然起床很惊讶，就叫花哭笑，大人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也不讲人话。然后她的妈妈说这是什么情况，她是不是是被一个女巫是 possessed， 就是 OK witch 啊，身体被占领，是巫师的附庭是吧，附庭了。然后过了一两天，20多的人在这个农村的地方都是有一模一样的病，然后一个神父他说哦，他就是一个女巫，他就会把这个人这个女生这个女巫搬在一个特别大的石头，然后让她到一个湖里，然后如果她死了她是一个人，正常的人，但是如果每次她是一个女巫，所以死了吗？但是这个在美很一共200人多都死了，没叫到了一个女巫。但是这个在我们的美国法律的规定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在美国有一句话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如果你不能100%说哦他是一个小偷，或者是他是吓了一个人，所以他还是无罪的，对，他就可以走，没被人抓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某种角度上他是完善了美国的法律，对，就是本身是一个很悲剧的故事，有可能是这是一个传染病之类的，对，很悲剧的故事之后呢，就美国在几百年前就因为这件事情正好是完善了法律。好，谢谢你的反应。对，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多多好了。其实刚才左右也说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美国他们现在一直拍很多跟 zombie 有关系的一些电影。 zombie 僵尸啊，僵尸起源来于非洲的一些文化啊，这个 zombie。 然后呢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以前100年以前，就是啊，就是听说那个非洲有一个人出事了，他出事了之后呢，有一个女巫
然后呢一个女巫呢，然后让去世的那个人复活，然后呢他复活了之后呢、oh. 那他复活了之后呢他的身体然后很麻木啊，他麻木呢比如说我们见常人呢有可能你用这个东西扎我，我会很疼嘛，但是那个复活的那个人他一点也不疼，不怎么不管怎么弄他不疼，所以呢后来呢科学了他们研究了说他为什么不疼，然后呢他们发现女巫给他吃的那个药是就是一些麻药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药，就是一些调料的一些药调的辣椒酱你这个有放鸡尾酒不是鸡尾酒，然后放一次给他吃了，然后他吃完了之后，然后他就是变成了那个样子。然后呢，现在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在美国，他们现在总拍一些关于有那个 zombie 的电影，而且呢，他们也现在有一些zombie run 啊，跑步比赛。对，跑步比赛，这个呢是那个 zombie run， 然后他们怎么办呢？是你两个人出来了，然后你扮演一个僵尸，然后我扮演一个人。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有这个比赛，然后现在美国搞的这个搞得非常厉害，其实它是从非洲来的，所以呢所有呢就应该感谢非洲，在中国主要叫丧尸。对，它这个丧尸其实有一些可以解读的东西吗？当然可以有，这里面其实都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背景对恐惧的一种外化，而其实我们心理本能它是合理化了我们心理的暴力倾向。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还有只有我呢，你只有你，但是我们就需要一个对象，让我们能合理化用出来。无论是丧尸、僵尸说的这些，刚才这些烧的过程也好，还是后来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对它的描述也好，给了我们一个合理化的空间。陈明老师，你知道为什么你说话的时候他们都很安静吗？因为我们不太听得懂。听得懂。我特别想问这个哥们儿，他还点头。他毕竟是一个武大的学生，老师说话都得点头。他唯一点头的原因是怕这个学期会挂科。我给他老师打电话，我说我上次说话他摇头，你看着办。好，我们刚才讲了女巫还有僵尸，我讲一个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吸血鬼，就是来自欧洲。我说一下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英国也有吸血鬼，就是前段时间有一对夫妇，然后他们就接受采访说他们属于英国的吸血一族，然后英国有15000人都是吸血一族啊，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就是吸血的。哇塞，真的假的？然后一共是有不是 cos 1500还是是有15000人都是吸血一族人，然后他们会吸血。你要是想跟他们一样变成这种人，他们会就是很严格的，他们会先给你做一个身体检查，看你的血里面有没有病，看你是不是看你是不是狗，就是可以的。然后如果你血里面没有病的话，而且你没有什么精神的病，英国人有问题也可以的。现在不存在了是吗？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啊。然后但是是互相的血，然后两方都要允许。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种人，他们不会吸血，他们只是很欣赏吸血的形象和你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这种人他们会打扮的，就是穿的像吸血鬼一样，就是很个特风。这 cosplay 吗？其实不是 cosplay， 算不上 cosplay， 他们每天都是这样穿。然后他们会比如说就是做一些饮料，可能用番茄汁做一些饮料像血一样，或者红酒。然后他们喜欢去墓地里面晚上墓地里，然后喝红酒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假装自己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吸血鬼，他们只希望假装玩一下。其实关于这个吸血鬼的一些影视作品啊，还有文学作品，一度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当时非常的风靡，大家就是看个新鲜嘛，因为不是真的存在之后，所以就是很想看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代表呢，也是由于长得很像吸血鬼，一度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他的名字叫做龚碧阳。但是我是戴牙套的吸血鬼。戴牙套完全。就今天这样好不好？就最红的一部电影应该就是《暮光之城》。对，《暮光之城》。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安排一个《暮光之城》的模仿。我们来看一个片段，然后让龚碧阳和陈超来模仿一下，好不好？来，先看一下。I know what you are. Say it out loud.Say it.
vampire. I'm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predator. Everything about me invites you in. My voice, my face, even my smell. As if I wouldn't need any of that. As if you could outrun me! As if you could fight me off. I'm designed to kill. I don't care. I've killed people before. It does not matter. I wanted to kill you. Yeah. 最好的英式口音，杨洋演好莱坞电影。给你邀请到的这位搭档，你绝对非常满意，因为全场只有他一个女的，没人能演。就不接受也得接受，就他了。好吧，来吧。好枪，来吧，来。I know what you are. Say it. Out loud. Say it. Vampire. I'm the most dangerous predator. Everything about me invites you in.My voice, my face, even my smell. As if I need all of that. As you could outrun me, look at that. As you could fight me off. 演得好好啊。还有什么呢？太好了。啊，有毛病。I'm very dangerous. Really? You are humorous. Really? No. I've killed people before. I don't care. I wanted to kill you. It doesn't matter. Ah.演得非常好，非常好，什么是啊？我原本以为是一个非常凄美又有一点恐怖色彩的一段表演，没有想到它是一个中国的喜剧小品。哎，那个不止啊！来，姑娘，演得这么好，接下来你来讲吧。我要讲的是他的敌人，这是狼人。虽然这个狼人这个故事不是阿根廷的起源吧，可能是从欧洲来的，但是在阿根廷就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连续生了七个儿子，第七个儿子是狼人，所以每周二和每周五都要变成狼人。对，有这么可怕。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就也是一个传说，但是很多人还是对那些小孩很欺负，那些小孩很歧视，那些小孩就第七个儿子，第七个儿子，因为歧视那些小孩，他们做了什么？阿根廷已经有100年的一个习俗，就是阿根廷的总统要当他们的教父，就是 godfather。 对，这个就是说这因为这个会解咒，解除他的这个诅咒，所以那些孩子不会受欺负，主要是这个在农村地区。然后呢，1973年已经变成法律，所以总统法律，对，所以总统不能拒绝，必须得当他的教父。冒昧的问一句，你们的女总统怎么办？她叫教母，真的，我给你们看啊，我给你们看，而且这个不分任何宗教，什么宗教都可以。所以，比如说这个是那个女总统跟她的一个犹太教的一个教子。然后呢，这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仪式？总统会送给他一个金的项链，然后会送给他一个奖学金。所以因为当时在那些农村，他们很受欺负，所以可能没有未来，这些孩子，所以送给他们这些东西，他们就变成有机会了。但总统不是会有很多教子吗？
但是这个就是概率很小嘛，对不对？就是连续七个儿子，第七个还才会这样，所以可能有两三个，这是他另外一个。接下来华波波 ，OK， 哒啦啦啦，音乐老师来一点恐怖的那种的音乐，好不好？在很久很久以前，哇，有四幅图哎。波斯帝国有一个王子，这个是比较不好的王子，是国王吧？对，叫国王。对，叫国王。王子叫国王。还有国王的名字叫国王。人家可以不要写名字在弄我。来，提醒你。OK， 大家这个故事是一个神话的故事，叫 Zahok， 对吧？考威奥汉亚 Zahok，Zahok， 对，对，他的名字叫 Zah， 对对，叫 Zahok。然后呢，他有一个特点是在旁边，他有两个蛇，他会找到小孩子，是小孩子的一部分。大家猜猜他会吃小孩子的哪里？耳朵、心、肩、眼睛、肩、眼睛、脑、脑、额头，他会吃小孩子的脑子，对对对。然后我们从小，我们的父母都会跟我们说，如果你们读书读得不好，我会叫 Zahok 过来把你的脑子给吃掉，或者我们做一关。对，所以我们经常，如果别人你读书不好，成绩不好的话，人家会跟你说，哎，你的脑子是不是被 Zahok 吃了？吃了啦。对，然后呢？这后来呢，有一个人叫考威奥汉盖，他是打铁裂的斩，不是有个钢片吗？他不是用那个打吗？那个中文叫什么来着？打铁的。对，有一个人叫考威奥汉盖，他是打铁的。后来他看到他做这个事情是很不对的，过来跟他打仗了。那我说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一本书叫沙赫纳梅。沙赫纳梅是什么呢？是一个伊朗的诗人叫菲尔多西，他画了很长的时间，画了30年。把一些伊朗曾经有的故事和神话的故事，好玩的、开心的、什么恐怖的，都把它放在一起了。把这本书也曾经差一点被消失掉的语言，包括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都放在一起，对，绑在一起了。然后写了这样《Shahnameh Ferdowsi》，这个就是他的雕像，在伊朗的 Mashhad。所以呢，他在最后一句写了一句话，写了说 ：“Basi Ranj Bordam Bedin Falsi Ajab Zendekadam Bedin Falsi。”他说：“我花了30年的时间。”我花了我的所有的生命和灵感，我拿了那么多的历史和一些高士文化和一些语言，把它编辑在这本书。谢谢菲尔多西，好有文化性，好有文化性，很有文化性哎！大家讲了一圈之后，我觉得都还挺吓人的，但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个应该就是那个日本的。哇，日本的，哦耶，不敢看，日本的真的不敢看。来讲一讲，好像这个话题，日本是自己有发言权的哈。那不一定。然后呢，我现在发言权的，选发言权。然后呢，我平时没那么讲那个文化的东西，但是呢，这个话题我必须要讲一个文化的东西啊。所以你要念了。哎呀。有没事，我就好好念就得了。他旁边的很恐怖啊，没事，就这样子哈。没有金太医帮您念了。妖魔鬼怪还挺特别多，特别多。有一本书叫《百鬼夜行》，讲的是在日本的平安时代，是人类和妖怪共处在一起的时代。这个是。放映了当时日本的社会状况，有很多海外的东西出现在日本社会，人在开始不懂得爱惜东西。有一种说法，一件物品被主人使用到99次，就会成为精灵。如果被抛弃，便会产生怨念，变成鬼。掌声欢迎掌你就是念的，我们为什么要鼓掌？我想告诉大家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这真的是个鬼故事，因为悠悠还没有讲完。大家稍微的忍耐一下，忍耐一下，就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好害怕呀。来，你要讲什么？是这样子哈，就那个前面讲的是那个日本古代的那个时候的那个鬼话哈，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个新的鬼，这个是出现在于1970年在日本，那个时候特别流行，这个那个鬼的名字叫裂口女啊，裂口。然后呢，这个鬼是一个女生，个子很高高的。然后呢，他的头发特别长，然后呢，他的那个
就这么长。然后呢，他穿着很大的那个外套，然后呢还戴着那个很大的口罩。哦。然后呢？然后呢？这个女生特别喜欢小孩，因为这个1970年在日本特别流行的时候，这个是在小学生当中特别流行这个女生。每次那个小孩就小学生下课了以后碰到这个女生，就然后这个女生跟那个小孩说：“我很漂亮吗？”然后呢，小孩说：“很漂亮。”然后呢，这个口罩拿下来摘下来，他还说：“我还漂亮吗？”然后呢，这个小孩说：“漂亮。”然后呢，要说不漂亮的话，就吓死他。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传说啊、故事啊，或者是一些谣言。我觉得接下来还是有必要有请这个陈明秘书长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全球各地的各国都会有一些关于鬼怪的一些民俗的这种文化哈。其实人类有需要一个恐惧的武器的必要。其实所有的东西，人只要感到未知，就会感到恐惧。而终极恐惧其实是死亡恐惧，因为它是一个永恒的未知，所以人类关于死亡会幻化出很多形象。因为如果每一个人一想到死了，就会彻底消失在世界上，会有极大的虚空感，所以我们就要给一个实体，让生命在我们那个世界离开之后还有一种存在的形式。于是有各种各样的鬼魂、神妖、仙魔都会依次出现，他们在不同的故事里扮演不同的角色，做不同的事儿，但他们的目的都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承载恐惧，然后把这个恐惧运用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并且让我们对死亡还留有一份畅想，在最后那一刻没有那么的绝望。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更多的各国的文化，然后去到这些国家的时候呢，不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所以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千万不要去相信它。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提案环节。